嘿嘿，教大家一个好玩的，首先找到这样的草丛。鸭酱，鸭酱，鸭酱，叔叔許してくれ，鸭酱。金甲大佬，你今天是抽什么风了？这是要昏昏恶心死我呀！麻烦兄弟，你真没礼貌，我这可是在为了提升自己的人气而多努力呢。等会儿，金甲大佬还要提升人气？难不成你现在是过气主播了？你他妈有病！大佬，你骗我干嘛啊？我忍住了，你骗我了。说了一提到这我就来气，今天我在担仔岛正走着呢。哟，去，给我滚到一边去！救命！超人强竟然在欺负其他蛋仔，好家伙，敢在我的面前闹事，让我来好好收拾你！滚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狙击爆就是帅！打他！好家伙，有人帮你见义勇为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个头啊，自从那头死猪出现之后，我的人气就在不断下降，反倒是那头死猪人气不断高涨。幽默是我的外号，搞笑是我的本能。男神，再这样下去我恐怕真的要过气了呀。华卡兄弟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我才不要，这种事一听就知道很麻烦，还不如回家睡觉呢。溜了。瓦卡兄弟别走啊，如果你能帮我涨回人气，我就给你100万蛋币。什么100万蛋币？哎，帮帮帮，金甲大佬，你可是我最好的兄弟啦。兄弟们，想要为金甲大佬增加人气的可以点个赞，等我拿到这100万蛋币，点赞的兄弟们每人都有份儿。我的天哪，瓦卡兄弟，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吗？那当然，这件小事可难不倒我。金甲大佬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，你只要明天来我的庄园就行了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救命啊！瓦卡，你这计划真的没问题吗？当然啦，现场画面已经被我连接到了蛋仔岛大屏幕，只要让岛上的蛋仔看到金甲大佬救人，不就又有人崇拜金甲大佬了吗？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我这办法怎么样呢？还没用的扣一，觉得有用的直接在公屏上扣天才。哎，你们少扣点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啦。可是为什么我非要待在笼子里啊？我家你旁边不也一样吗？哎，这好像也是啊。哎，他踢吧，不是。那是小子被人绑架了，我懂了，这一定是瓦卡的计划。小子，我这就来救你。恭喜美丽的小姐，我叫宝，狙击宝。等一下，我等的不是金甲大佬吗？怎么来的是这头死猪啊？你看我整不整死你就完事了。切，别以为你是猪猪侠，我就怕你。想让我放了小子，先打败我再说吧。何必逼我狙击宝出手啊？高级队友，你小子天天撞我有完没完啊？既然来了。狙击爆就要争第一，打死你个龟孙！那好，今天我们就比比谁最厉害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我受不了了，你们到底还救不救我了？都给我安静点！战衣涌上来了！哎，瘦子，你冷静点！哎呀！老子啊！原来小子姐姐才是最厉害的人，比那三个人厉害多了。小子，小子，哎，不是吧？这下子不是白干了吗？